兄弟们，睡醒了啊！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了。啊，刚刚小浪子提的什么？一点精神都没有。小快乐又来一只。兄弟们，昨天晚上喝麻了，在马路边碰到粉丝，然后叫我去打牌档，喝了4-5瓶了，把我喝麻了。长得很像杰哥的一位粉丝朋友，我超会喝的啊，超会喝，你很有啊，身材不错哦，蛮结实的啊。杰哥，你干嘛？然后现在刚醒过来。然后刚刚呢又把房租给交了，这个月电费用了30度，还好吧，一个月用30度是30度呢1.5块，差不多50块钱。水费用了1吨，我很节约水的，所以说我一般很少洗澡啊，所以说才用了1吨水，1吨水的话5块钱，加上240的房租是吧，一共298，就算300块钱吧，300块钱。还好，现在准备起床去找工作呀，这找工作不行了，就扛不住了呀。起床，哎呀，没什么吃的了。要不泡面吧，吃点泡面。该说不说的，泡面面条的，直接吃麻了，人都吃麻了。今天刚吃，方便实惠，地摊环保。来，大哥们先吃。干完了，洗漱一下，差不多了。换了身衣服啊，兄弟们。走了啊，兄弟们，出门找工作去喽。垃圾给他带。兄弟们，该说不说的也认识，去外面转了几个小时，今天这个工作也假装找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现在肚子有点饿了，咱们找个地方去吃个饭，吃上一吃，看不懂你。牛腩粉吧。牛腩粉。米粉还是河粉？米粉。对，是啊。12的。
然后就长这个样啊，兄弟们。哎呦，来，兄弟们碰一个。啊，嗯，刚刚吃了个肠粉，不是肠粉，应该汤粉啊，不是很好吃啊，还要12块钱，我也是服了。然后找了个小公园啊，小公园准备躺一会儿是吧？你看后面有个老哥挂壁了，挂壁在小公园了。然后今天呢是吧？假装找工作已经到位了，出门啊，在附近转一下，就算是找工作了，骗骗自己，然后再骗骗你们是吧？这个日子就昏过去了啊，就骗过去了。然后呢，准备休息一下，给他躺上一躺。